欸，我该不会真的是玩刺客比较强吧？完了。可以双排被不是我打中路哎、欸，先生，我打中路哎、欸，而且我不会 carry 别人啊，我都是雷别人那个。要戳，我不会带观众一起戳啊，我不会带观众一起戳啊。不要太想跟我玩就什么都可以啊，一下说想一起雷，一下说想被 carry， 说到底就只是想跟我玩嘛。想跟我玩还没有订阅没懂呢，你好意思啊？我这人比较现实啊。你可以问问那些抖内的那些订阅的，他们要我干嘛我就干嘛，要我学狗叫我去学狗叫。想听狗叫吗？还不快订一波抖一波，啾咪！欸，我打小小号应该不用遮地图了，就随便你们够死的。不，我。反正我最近玩啥输啥，那不如玩一个不会玩的路输一输，可能还比较有自信一点。有点太久没有完结了。哦，你开红，好扯哦。我觉得我们上路会被追。好险，好险！妈的嘞！猫派还是狗派？什么意思啊？喜欢猫还是比较喜欢狗吗？我比较偏狗派啦，毕竟我身边蛮多单身狗跟马子狗的。I will kill you. I will find you. A few moments later.Surprise, motherfucker! 我错了。我刚进去，看到那个龟头，我整个吓死。哇，真的是不打 AD 比较顺啊！他妈的，我觉得双人线根本是狗屎。欸，我打他好痛。他怎么那么软啊？啊，我记得默默的那个乌龟没那么软。不是乌龟啦，那只叫啥？突然忘了。乌迪尔，嗯。我以后可以不要叫女 AD 了，你叫女中单好了。不行啊，等我把中路练起来再说。我最近打双人线的欲望已经降低非常之多了，因为我觉得台服是不是没有辅助了？描写安安，下路有危险，下路撑得住的吗？感觉可以，撑着！欸，我看到我的 triple kill 了 ，triple kill！ 呀，啊，另外第三只跑掉了，真的追不到。啊，我的脚麻掉。啊！哦，等一下啊啊啊啊啊！母汤哦！啊！看我现在是一只脚是抬起来的，妈的嘞！啊哦，不行，哦，好麻哦！哦，啊，哦，好麻！还在叫，快要被编台了。你们，我又没开视讯。这样会不会很像那个啊？边开实况边给人家。
等等就被 ban 了，才不会嘞！哎，他，我就不相信你们脚麻掉了就不会叫。我操！大萌索隆，哎，索隆是海贼王的人是吗？是那个头发绿绿的那个吗？索隆到底是海贼王还是火影忍者的啊？我怎么记得是海贼王？海贼王不是有个索隆吗？然后他脖子会伸很长的那个。哎，我不行了啊！你们怎么啊？不是脖子伸很长啦，手伸很长。不是啊，你们怎么越说越多卡通了？靠！到底是哪一个啦？家庭教师的左为不是那个麒麟王的吗？哇！你们不要误导我，你们不要误导我啊！送了，有点尴尬，这是我自己操作的部分。我会不会这样玩输啊？已经输在我自己的操作。可是我不知道队友在干什么东西啊！不想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带边线这个动作，正常我们的队友是要做事情的啊！我他妈的带边线被杀了之后呢？我的队友没做事，我也觉得我的队友在逛街，我都在带边线，他们在打架了吗？想干嘛？他也不想想他眼前的这个人啊，几颗头？哟，你讲我有话肥，我就话肥啦。没有人要出来吗？正常是要跟着出来的啊。哎 ！Come on, everybody！他这么多眼，小珍呐、啊，救命！救命！救！你还想跑啊，珍呐、啊？刚才想干掉我，哎，好扯哦！就是骗骗招，对不对？骗完招之后就是 double kill 的时候了嘛。你们刚刚一定是想呛我什么怂逼之类的，告诉你，一切都是头脑内计划好的。孙东宝真的是汤好喝啊，其他就，哎，潘之安安，
来看你就交得到女友了是吗？是啊是啊，要多看大概半年吧，就可以交到女朋友。